今天我来参加这个《隐秘而伟大》这个节目呢，是来整蛊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叫程楚生。中国最火爆选秀节目中诞生的创作型歌手，用一把吉他征服流行乐坛，被整蛊的人陈楚生。但是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去整的，还有一个搭档哦。哎，袁老师，太棒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袁文远，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了，就是大家最喜爱的选手春兰。娱乐圈燃起了新星，羽毛球前国家代表，整蛊的人鲍春来，中国流行乐坛热门歌曲的制造者，第二位整蛊的人，金牌音乐制作人袁惟仁。其实我们两个并没有那么熟，我们共同交友的朋友是楚生。对，我们今天想到了一个好好整他的方法。我觉得这个动人应该是在袁老师你这边的，而且呢，整个过程呢，我们还要把握好。还不能说，就是说一下子就穿帮，别穿帮。对，其实有很多的那种，就是游戏也好，那过程也好，其实好像不太容易。我很担心我自己会笑场，我看你还蛮稳。不是的，我等会儿得发火。哦，对，我从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他说，我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的。就不怎么说，也不怎么就是说，你是一个好人的底就对了。就平常不这样说话的，我今天得反串，调整一下。对，好，对，你现在试一下。我觉得你唱的糟糕透了。什么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制作人，这什么态度啊？你我态度挺好的，怎么了？大家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陈楚生会怎么样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哦。拭目以待，加油，加油。被整蛊的人陈楚生，整蛊的人鲍春来、袁惟仁。关键 point one。第一次见面就发生冲突的鲍春来、袁惟仁，从吵架升级为暴力，被夹在中间的陈楚生该如何解决这混乱的局面？关键 point two， 隐秘而伟大史上最大危机，鲍春来消失不见了，陈楚生让鲍春来先回家，就这样结束吗？摄制组的选择是。那个两种悲剧有唱吗？你会唱吗？风将你的背影吹谢了，雨把我的眼睛打湿了，谁知道爱情的镜子破了，世上只有两种。到了。Hello， 这边。挺好的。哇，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帅哥，帅哥，是袁惟仁老师，小胖老师。Hello，Hello，老师。哎呀，久仰久仰。那个。是，我才久仰呢，哇塞，我老电视上看了。坐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没等太久了。刚到，快，别客气，不好意思，哎。你知道我给你发了多少微信吗？我没有，不回，我没有收到，太难找了这边。真的啊？啊，是吗？啊，你看我手机。我还是问了半天，我这个地方太难找。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哎呦，
不好意思，让我们久等啊！我这个刚刚做完活动，所以说真的是袁老师。我也没事啊，我们先见个面嘛，至少先认识一下。如果要合作，平常总在电视上看你，哎，不敢当。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，少来了。我也在电视上看到你。我们主要是老是在大赛看到你的，真的太棒了，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。哎呀，那个是这样的，那个上次我跟可能那个主持人还没跟你说，跟您说嘛，是有大概让我知道了一下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电视剧，嗯，就是想请您就是写一首歌，或者是写个曲子也好，不是至少也稍微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声音状态吧。啊，行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快就开始了，没事吧？提醒，平时唱一些流行比较。太专业了。他的那个重要歌曲，你要不来一个？重要歌曲啊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可以可以，唱出来，得唱。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，你里哭。累了。啊，你就属于顺顺的唱就对。不是，主要是今天看到你有点紧张，哎，真的有点紧张。难得，他比较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很亢奋哦。你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还是找一个你熟一点的歌好了。熟一点的，嗯。啊，我站起来唱。哎，漂亮。对。帅啊。嗯，好。来了，三四。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编织太美，最后迎接幻灭。鼻音多了一点。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眼泪，忍住眼泪，忘不了一切，所有的眷恋。眼泪是苦，眼泪是……不对呀，怎么感觉？也还行啊，就是唱起来稍微……不是那个，主要是你没弹对吧？太坏了，行我、啊。不是，我感觉你怎么掉？不好意思啊，没问题，来，我们换个 key 看看。没有，楚生弹好不好？我就坐在旁边好了。对、哎，楚生你弹一下吧。我这首歌平常唱的很熟的，可能今天那个不是我，可能第一次跟那个。我上个厕所。麻烦了，没事，麻烦来，出来。没事，没事。我刚才说那个音乐那个，刚才说没弹准，是没弹准吧？没事没事。我记得在咱不用弹呢。啊，没关系的啊，没有，他主要老师主要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，然后可能他也要知道你的声音怎么样，然后包括他可能也想更了解一下，就是你电视剧之类别的。嗯，主要是人没问题吧？啊，没事吧？他人挺好的吧？他挺好的，不是，我就怕那个刚，因为我也比较。也想希望他能够帮我叫的比较好一点，最起码那电视剧那歌曲他刚才也说啊啊啊，没事，还行吗？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对对对，没问题，再试一遍吧，那个、再试一遍啊。好好，老师主要是想听一下你声音最自然的，没错，平时最放松。好。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。可不可以不要那些鼻音？哦，鼻音太多了。鼻音太多了是吧？声音质 OK 了，可是怕怕的，唱起来卡卡的，硬邦邦的。真的是有点紧张。天哪，你想清楚哦，这个电视剧给他唱下去，也不要闹了。是是是，有没有什么方向呢？你们这个主题曲当时的一些。他那个名字，电视剧的名字叫一起长大，哎，所以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视剧，大家都慢慢的就从青涩，然后变成成长，是都市的情感剧，有些有婚姻的问题啊，是有朋友的之间的，还有小孩跟父母的之间的一些问题。OK， 所以找到你唱就对了。对，主要是我唱。是是，哇，这的确有一些难度啊。真的。对对对，的确有点小困难了。我尤其我最近真的还蛮忙，因为又有专辑唱片要出。
没那么严重吧，我觉得就唱首歌而已。是是，可能有必要的话都得跟公司说一声，说你以你现在的这个状态，其实就不适合的，有一点不够适合的，你不要介意了。我知道你听了一定会有点不舒服或什么，可是坦白说，现在唱片太难做了，歌真的真的太难做。我当然明白你们的这个动机非常好，真的就是因为你是这个楚生的自己人，我绝对没有恶意，也就直接跟你讲讲这话。可能神作会比较要一点面子，可是都自己没事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事。我觉得其实我觉得。主要是大家都不要给互相给大家压力。哎，是当然的，大家会，而且老师也属于就是有话直说的。大家都有什么就是沟通，就是自己人，对，没关系。就是说，如果有机会有缘分可以合作就合作，如果不能合作，大家也是一个认识。这种没关系，真的，不要互相，大家一些就有压力这种。如果你觉得可以，你们时间上面允许的话，愿意像老师这样讲说，给一点时间你来，就是可能调整一下，调整啊，或者说老师练习时间上面能配合得上，就去做这件事情。是，如果你们时间太赶的话，老师这边也斟酌你的时间能不能配合得上。Okay. 对。行啊，那就听老师的呗，老师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。反正我觉得我这样会不会让你不太舒服啊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老师说应该是应该的，哪怕就是我自己之前也觉得自己，我自己还真的还觉得自己还应该还可以，但没想到就是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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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喝点水。对，我吃。哎。楚生有没有洗手间？这里，我上洗手间行吗？有，外面有。好，那你去一下啊。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加油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比较，就是因为他从运动员下来，你们怎么认识啊？我们是也是通过一次的那个合作认识。是，因为他以前是运动员嘛。OK， 跟他有交情还不错。还行，平时有一些人。现在我看他人也对，还蛮比较单纯，比较直接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宁可直接，我们自己人就别。对。好，开始吧。没事。我们再多上一两次就好了，搞不好就 OK 了。行。金海，你行不行？行啊。决心告诉我，今天春夜都闭不了眼睛。明明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太夸张了，唱法太夸张了，不够自然，真的很不自然。那个，然后你刚才说有来吗？啊，你的经纪人有来吗？经纪人？对，没有，今天我一个人来的。对。你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不是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我不要鼻音吗？我是，对，我没有鼻音，我就已经。那个都是鼻音，其实你现在所有的发声位置都是靠你的鼻孔的这边的力量，这边的发声，这边的出气。是。给楚生看一点歌词，你听他唱一小段。对。学习就是这样。该你了 ，A two。写信告诉我今天。哎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没事，好，喂。夜夜陪的我是否握着这一心？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却还不清醒。不行，我出来。啊，心情有点不舒服。难道我真的唱那么差吗？老在这边说那个保佑没有鼻音，又说我这个因为什么唱片不景气啊，又说我那个你还是别唱了，会电视剧。那怎么这样啊？你不要太介意。其实老师他虽然说的比较直接，可能会让你不舒服，但是他可能以他的角度说，他不想就是让大家可能去拖延互相的时间这样子。行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真的是，我唱到后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唱了。他老是用鼻音，一会儿又，那么也，要么这样，就是改一天，换一天的时间，然后大家都可能比较轻松点的时候，
可能这时候他时间也，接下来待会他还要录东西，就是。是吧？嗯。没事，我们到里面，我们试试一些开场的方式，好，换一两招，让你开心一点，舒服一点。没事，我们两个陪着你。好，来，认真一点啊。哎，这个地方，你刚刚参加的活动，你可能太心跳快。就是这样，就是。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也不勉强。这个不勉强，对，不勉强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。啊啊啊啊！试试看。好。嗯。啊啊啊！不要唱这么笨，唱好听一点。啊啊啊！要大声一点。啊。笑什么？认真。那太巴适。松的，松的，对，松的。你要不要换个方式，你再尝尝看？不知道，躺着看看。躺着。真的真的，我们连躺着都可以练歌的，只是地上有点脏就是。躺着呢是让你放松。哎，躺着你的有时候发音的脖子不会硬。不要在那边嫌东嫌西的，试试看，来吧。来一个音，啊啊啊啊啊啊，这也太夸张了，正常一点，正常。我觉得要不田鹏老师是，要不让他就是出来你回去录一个 demo。对，时间今天时间上面是，你先起来吧，先起来。别老那个，我觉得还是让我练会吧，我真没时间了，明天你让我就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真的别着急，做一首歌不是啊，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，特别是你想要一首好歌，对，你就可能要跟他们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应该给你一点时间来去磨这件事情。对，不是，哎，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？我肯定唱好，我唱好，我那个就是赶时间还是怎么样？我没赶时间，我还行啊，我可以啊。对，不赶时间没问题，就是。不是，主任你。什么？你别着急，不是，我觉得袁老师今天不是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也可以，不是，因为他好像时间在回避我。我那个卢通又打我上来了。没事没事。喂，哎，我正忙着呢。没有没有。哎，不是，好，不是，怎么了？快，是啊，不是你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回事？我没怎么会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本来就是想很好，想来就是学歌的呀。怎么他怎么这个态度啊？不是，主男主，听我说。不是，你看他一直在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事。我平常唱歌挺好的，一下就被他搞得没自信了，那怎么唱啊？这歌，动不动就你看他刚才很明显就回避我，他刚才很明显的回避我，做这个事情。不是，我真的想唱好啊。你要真的想唱好，你说我今天我来这边，你说我都不知道他会还我趴在地上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唱过。我回去给你看我的视频，看我练声的视频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也是这样啊？对，我躺在地上两个小时。嗯，你回去看我的视频就知道了。那他是没有任何的一点问题。老师，老师说的东西是为什么这么直接？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他会比较直接，可能会练到你不舒服。你平常他也是对你这样的吗？一样的，也是这样。也是这样的吗？也是这样的。不会吧？我觉得，我可以发誓这么说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诚恳的、真诚的。你发誓看。我发誓，老师平时批评我的时候跟你刚才一样。你说话。说来，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批评，我们是不会进步的。没有，你这样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太着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太想把那个。不要着急，我们做很多事情，我们需要有耐心，需要有时间来去做事情。你今天不可能一天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，嗯，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歌手一天，但是呢，你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，你从很早之前就开始练习这个东西，你是比较熟悉那个。那所以，既然别的东西，我们得要有一个谦虚的态度，去接受别人的一些意见。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，老师，过来先坐。啊啊啊！李老师，哎。
不好意思，今天那个、不会，我知道我唱是的唱的不好，是是，也知道是有很多问题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有点不舒服了，这、哦、可是总比我们不跟你说好。是，对，没错。还有，你千万别把唱歌当作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坦白说，因为唱歌的确是看似容易，其实是蛮难的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对这些你们这些比较业余的歌手，其实我就有话都直说了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比较不开心，可是我宁可在这一刻让你知道这个事情，可能好过于到时候你录音花很多时间，或者是我们在这边徒劳往返跑来跑去。没错。行，那我先送你吧，好吧。我先送你吧。你不开心什么嘞？这有什么好不开心？唱个歌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我唱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唱歌挺好的。你今天说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你想我怎么接受啊？这什么呀？主持人，我今天来这边真的是学歌的，不是来受气的。你说你要我怎么办？昨天来你真的学的太多了。那他老在说我业余啊，你知道吗？那老师本来就是专业啊。不是，最起码你也给我点鼓励吧。但是他要，当然鼓励，我觉得就是先，你最起码能先。我最后都走了，他还说我这个。我就是故意要找一些重话来刺激你，怎么样呢？拿了金牌怎么样？唱歌你这是根本是两件事啊，你自己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真的，听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这样。你才会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，还是就别干了，这事就你们自己再找个别的单位，真的，大家交朋友算了，弄得这么不愉快。别干，别，你就说别干了，那怎么样？那别干了呗。哎，那怎么样？拽什么？别！我怎么不能拽了？怎么了？态度可不可以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是来那个学唱歌，要不是来替你受气的。不是啊，你这么跟我大声讲话，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。你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！我跟你说，你他妈什么？你原本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怎么了你？他妈拽什么？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！什么朋友啊？你给我等着！主持人，你别管我啊，这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啊！妈的，不是我，整个人都他妈的。主持人，杨老师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唱得好。你他妈发现什么态度啊？你有病啊！你他妈耽误到我们的时间了，你都没有想过这些事吗？我已经很给楚生面子了，你还跟我在那边忍五忍六，你别在那边难堪了，你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在意？在这座城市的距离。